统一统。台湾的新党七点到，全台统一统。又到礼拜六晚上8点整准时打开我们中视的频道，新党我们新党的全民总动，来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小朋友。台北市全体观众，欢迎你们，非常有精神。来，马上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所欢迎陈伟民。大家好。好，来我们这边。因为每次玩五官嘛，对啊，六个人能不能说集中在他们，没有集中在他们三个人身上，这样子。我们主持人能不能一次全身而退？我们今天的造型多棒！你不能把我拖下去，那就看我们的默契。你每次都一定会中，你何必把我拖下去？有，对不对？你很骄傲哦。没有很骄傲，我是看到你，我觉得你的智慧是有问题的。我的运气有问题，运气有问题。我觉得你们上礼拜感情还蛮好的嘛，怎么这次又这样？今天我们火药味要重一点，因为只有六个人嘛。好，来马上进行我们的终极密码。好，马上进行终极密码第一关的这个一分钟任务。怎么看起来扁扁平平的？什么都没有啊。扁扁的才难啊！来，一、二、三。哇！怎样？这纸要干嘛呢？彩色的纸，曾经轰动全国的一个节目啊，里面有一个叫假假红包啊，今天让大家再来回味一下。但是今天的这筷子是金属筷子，对。待会一分钟呢，从上上飘下的纸花，只要夹中两张的话，就免于水灾。下面两张，两张，两张，六十秒。待会谁选到你就站好，让他喷就好了。绝对不能这样讲，好不好？一张就很难了，不能这样讲，好不好？啊！不啰嗦，我们从谁先开始？从谁先开始？张若昀嘛。我觉得伟哥要站在你们两个的中间。好，好，我们两个拆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太厉害了。他们，对啊，你说哪个厉害？不是要伟哥去中间，中间去捣乱一下。郭晨啊，说我就真的吗？真的，真的不要讲。你呀，谦虚一点呐。你婆婆妈妈、你的父亲、母亲都在看呐。不是，他们会生气啊，会难过，对不对？你说的什么？他们家菲佣都很生气，我告诉你，时代不一样的。来宾徐乃麟先生，柜台员拿斧头砍你。来，谁开始？从哪个开始喽？顺时钟。然后这样呢？顺时钟，徐乃麟开始。来，好，终极大使，请出密码。终极密码，终极密码，请开始，请开始。54，54到99，好狠！哇塞，好狠，直接砍一半。60，60到99，60到99。71，71到99，哦，就曾国成在干什么？在算手在干什么？不用不用，而且天机乱。你看你看你看他表情，我马上中了，马上中的表情，看，给我看一下，你看他一叫就会中，你看他表情很认真的。82，82到99，82到99，83，83到99，83到99，今天绕98。83到98，83到98，全部都喊边边的，你太贱了。92，83到92，87，87到92 ，Yes， 94，郑国成，你看看他也把90号，90到92。你有什么好处啊？没有，就是算，这已经算过了，算计过的，不是随便就可以夹死人的。对，因为人少，真的哪个头会两圈。又到星期五，一分钟来计时开始。喂，二手，按下，时间还有45秒呀，按下。快想一下，一张，不错哎，等得不错，还有30秒，郑国成，快，加油！哎呀，天哪，快加油！陈加油！陈加油，还有时间，冷静 ，Calm down, baby， 冷静。
十五秒，周晨，周晨，你妈来了，周晨，你妹妹来了，周晨，你爸来了，晨晨还有时间，快，你要做鱼鳞。好棒，立谁一个，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对，立谁一个，接受拍照的光荣欢呼，各位同学，为这个不可能的可能，掌声给他鼓励鼓励。不错不错啊，厉害，真的厉害，好厉害啊，了不起了不起，我在为你感动。好不好？你要为我高兴啊！我刚刚是像你爸爸妈妈来，你看我是不是给你精神鼓励？是我在后面说余力来了，他就夹住了。对，你爸爸妈妈都不理，余力来就理了，多奇怪啊！好，恭喜这关成功过关，来，我们下一关到底一分钟任务什么？来，请看。好嘞，我这，哎，一开始觉得不是很好玩哈。沮丧，对不对？去哪里呢？你要小心呐、啊！这一关可能就是冲着你来的啊！告诉你，以你的智商啊，真的蛮难的。来，接下来一分钟完成任务。你忙你的呀。这是刚好一个便当的量，一个便当的量。一分钟吃的，一分钟将它全部把它塞完。喂猪。一个便当的量要吃完，除了逃难啊，真吃不完，各位。来，终极大师，请出密码。请开始，开始。53号。1到53。1到53。27。1到27。1到27。14。14到27。14到27。21。组件都没有，听小朋友的、啊，来哦，好了，预备，一分钟，一分钟啊，水枪预备，计时开始，开始，最后再猜，半最后再猜，你一定要细嚼慢咽哦，慢慢吃，时间还有45秒，30秒，时间还有20秒。刚才是谁让我夹的？谁让我死的？张国军，最后15秒，加油加油加油！张国军加油！倒数10、8，塞进去，塞进去。够帅够帅够帅，好，两题了，现在两个人啊，来，我们看看第三关是什么，来，请看。好，第一个是夹别人的，第二个是夹别人的重哈，来。好，这关的任务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这关任务，来，一二三，射飞镖。哇哦，飞镖是在后面的靶上。一分钟之内，红心红色的部分中2标即可过关。一定要红心哦。好，2标啊，王丽玲开始，顺时钟。终极大师，请出密码。终极密码，请开始，请开始。40。40到99。40到99。67。67到99。67到99。79。79到99。漂亮。79到99。97。多少？97。97。走边了。79到97。79到97。唐林，走边，走边，走边。89。
七九到八九。七九到八九，九个号码。七八。七九到八九，哪里有七十八？七九到八九，七九到八九，八十八五，八十五，八十五到八十九，八十五到八六八七八八，谢谢。我一定不会中的、啊。张若昀连装，安排位置安排了半天。他已经穿好无缝装了。霸气危险。霸气危险，以前有个霸气水灾有没有？哎哥，你教宗的意思是说，你是刚才假死，他只有我死了。八六好，八六好。八十六，八十六到八十九。耶，八七八八的两个。哎哥，你也有今天呐、啊。可怜哦。何等超人，希望能够把这个风水转过去。现在剩下的是八十七跟八十八。哎呀，倒霉的张若昀是否会再度连庄呢？何等超人，希望能够把这个风水转过去。现在剩下的是八十七跟八十八。八十七。讲说八六发发不会中，其实就八七。张若昀来，一分钟两标啊！哎，好可惜哦。来哦，来一倍，一分钟预备，计时开始。哟，蛮接近的。梦幻明星当家副队长。嗯，时间还有五十秒，现在还在抓感觉哦。完了，完了。哎，哎呦，哎呦，接近哦。哎呦，太高了！时间还有三十五秒，完了，完了！哎哎哎哎哎哎！三十秒，位置位置越来越前面了，那这招很高哎！时间剩下二十三秒，飞镖不够，再回去回收。来，水枪准备，来，各位，水枪准备。现场倒数十秒。十，快点快点，乱射了啦，快点！好可怕！到目前是五个人都是干的，你位置都排自己排，然后自己玩，我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哎。哎，我们也要玩，不要这样好不好？对了，好想玩。你们为什么要假到？你说。来，我们来看看下一关完成的任务，来，请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六位，只有一位是全身湿的，我们五位是干干净净的。了不起，了不起。摄影棚好冷。来哦，我们也要玩水，干嘛都玩？看看这一分钟完成的任务是可乐。这算是我们的最招待，本公司招待最简单的。来，不讲那么多，看能不能完成了，看到了这个实力的，来，终极大使，请出密码。终极密码，密码，请开始，请开始。五十一。一到五十一。一到五十一。二十四。一到二十四，一到二十四，三号，三到二十四，三到二十四，二十二，三到二十二，三到二十二，七号，七到二十二，七到二十二，八，八到二十二，八到二十二，十五。我正想要制止你啊！怎么会有？
有人想要，我最想要支持你，我这不是在靠边走吗？对呀、啊。哎呦，对不对？可乐伺候。加油加油加油！你没问题的，好不好？应该可以。对啊，骆驼可以储存到驼峰，你也可以储存到别的地方，好不好？来，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哎，他去了，时间还有40秒。时间还有25秒，哈！时间还有20秒啊！再15秒，哈！时间还有最后50秒，十！大势已去。奇怪了，晨晨，制作单位说这个浴巾要你交给他，看你什么时候交给他都可以。郭晨，哎，郑国成这样子为人啊，我们待会重视晨晨，好不好？好，把这个最后一个机会让给郑国成。好，其实全世界都希望你中，真的吗？你偏要我中。好，我看下一题任务什么来？好，你要干什么？每一次的任务都不一样的，这一坨乱七八糟的，对啊，干什么？要完成的是什么？曾国成为什么这么开心呢？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一，一个哪个以为很容易的？10个罐头，60秒之内要把这10个罐头叠起来。好，到底谁会中到我们最后一关呢？哈，这10个罐头呢，把它摞起来。10个是一摞，一摞，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地方让你站哦，有地方让你站哈。曾国成，好，顺时钟。终极大师，请出密码。终极密码，终极密码，请开始，请开始。47，1到47，哇，有。23，哦，好狠。23到47，漂亮。23到47，39。23到39，23到39，32。23到32，漂亮。23到32，24。走边吗？好不好？好，好不好？好，为什么不想喷？为什么？我想喷你啊！对啊，再一次好了。那万一喷不到，万一喷不到，他因为眼看着就要中，他就要中了。我也站着再来一次，因为我想喷你。好，所以我们再来一次。再一次。好，好不好？哎，这种非要中的不可。来哦！对对对对，随便你。1分钟预备 ，and 水枪预备，计时开始。张若昀还没有那么高，你就叫人家。你就叫人家这样子弯下腰来。第5瓶，漂亮。哈，哈，哈，根基要扎得稳。哎，他去了。哈，哈，歪了，歪了，歪了。哈，哈，哈。唐林给他看你的身材，唐林给他看你的身材，给他看你的身材。去了，这么容易吗？你以为？其实目前来说都蛮好的哦。现在还有20秒，不错，状况很好，状况很好，慢慢来，小心一点，慢慢的来，慢慢的来，漂亮，这个不稳，这个不稳，快快快，还有最后10秒了，10秒，慢慢来，八，冷静，冷静，各位，冷静，五，冷静，四，好，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没问题，有希望，哎，对，没事，哎，对，来。
前中间。真的赞了，最后一关我跟曾国城两个单挑。好，我们单挑。慢点，我跟你单挑。我反对。为什么？今天有干的人很多，宁可今天两个，他连庄，他连庄，两个连庄的下去，我们其他人玩。这样的应该这样子才合理啊！你动不动就找我干嘛？我欠你钱没还是不是？奇怪了，干的人来玩。中了就喷，也不要再叠罐子。好，你以为干他？我同意你的想法。这么容易，好，就给他枪了，叠起来啊！直接拿枪了。好，现在剩我们四个人啊，陈慧明、曾国城，我还有王丽玲，四个人时间开始。好，王丽玲开始。那就不要零到一百了吧，零到五十好吧？没一样，他马上就破半了，一样差一个号码而已。那就五十了。来，终极大师，请出密码。终极密码，极密码，请开始。可以不要玩了吧？五十九。五十九到九十九，五十九到九十九，快了快了，七十九，五十九到七十九，快了快了快了，六十九，五十九到六十九，五十九到六十九，五十九到六十九，干脆这样快，九个号码的，五十九到六十九，可以不要玩这一招，哪个破半破半，我一定破半的，我一定破半，破半就到他了，对，破半就到他了，随便，五十九到六十九，这给我。五十九到六十九，六十四。五十九到六十四 ，yes。到六十四，破半，六十六一六六三，六十一。五十九到六十一 ，yes。我们夹死。我们大家玩了以后非常开心的终极密码，我们再次恭喜曾国城，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马上进入我们精彩的。看到啊！
沙漠风暴的游戏规则，两队各派一名队员躺进沙坑，其余队员与敌队进行黑白配的游戏，赢队全员可以挖一条沙埋在对方沙坑队员的身上，全身先被埋进沙里变为败队。好，现在我们今天的沙漠风暴的两队呢，这个成员都已经派出来了，奶奶队呢是我们的陈为民，晨晨队呢就是晨晨，已经躺在这个地方，来，我们先几句攻击，来来，各位快，这难得了。不要这样子。晨晨，晨晨，你死得好快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直接靠我腰了。不是，我运动的，你也差点。直接埋起来了啊！来，黑白菜，男生女生配，黑白菜，男生女生配。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快干嘛？你那么快干嘛？放轻松，要急好不好？来，黑白菜，男生女生配，黑白菜，男生女生配，黑白菜，男生女生配。哇！笨的，哪有那么笨的？来，一人一场。哎，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一层要多一点。这太高了，这太高，放下来。会痛吗？会痛吗？会痛吗？不要那么温柔啦！我到底是哪一队的？我那队有人吗？我那队？那队没人。你走了，准备，预备，开始。黑白菜，这队人配。黑白菜，黑白菜，男生的配，没有一拳一，男生的配，黑白菜，男生的配，没有一拳一，男生的配。哎，你帮帮忙好不好？你拜托要吧？谁啊？拜托哎，黑白菜，黑白菜，男生的配，黑白菜，男生的配，好笨啊！来，下一位，黑白菜，黑白菜，你哪里啊？你转哪里啊？你配配，我还是东西啊？黑白菜，黑白菜，黑白菜，好，周国成，多一点，多一点，哇，好满，好满，好满，快埋起来喽！快埋起来了，快！不要不要，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埋近一点。哦哦，你好像真的做过那种哈，埋做那个丧葬业的哈。谁啊？做过丧葬业哈。谁啊？哪一个？他 Nova 那个土啊，慢慢的蹭这样子。小康，轮到你了，来，好紧哦。加油！黑白菜，来来来，配黑白菜，黑白菜，来来来。我那一队还有人吗？那一队？怎么样？买脚，买脚，买脚，找一个没有，找一个没有数字的。买脚，买脚，快买起来了！买脚，买脚，你惨多一点嘛！买脚。老板，哦，你真的是做丧葬业的。哎，我快不能呼吸了。怎么样？黑白配，黑白配。哎，等一下，等一下，快等一下！那摇摇摇，这一场赢全我们赢了。好，预备，黑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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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玩就行了。
我沙块顶不掉。好，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画面，恭喜我们的奶奶队获胜。好，我们的车子要压过去，刚刚有讲，就他，不可能了。刚刚车子开过来，车子你不躺好，明年我们怎么知道是来这个地方？躺好就对了。躺好，来来躺好，来，我们躺好。好。刚刚我们说了，输的那个队长呢，还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堆里面呢，让我们这一部吉普车呢压过去。但是这绝对是安全的哈，因为我们这个沙呢堆得蛮高的哈。谁来骑？你骑了，我们四个一起骑好了，好不好？哎，太帅了！来，我来，我来，不行，我来，大康，大康，来了。差点到脚，差点到脚，差点脚上。我买标准很准吧？很实在啊，很实在啊，对啊，很实在，很稳，对不对？非常稳，非常稳。好，我们今天就做做节目，做到这边来。耶！不行了，然后把它挖出来。要挖出来啊！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快点，快点！哦哦哦，厉害，厉害！哇哇哇哇哇！厉害！好了，今天我们的下一关 go。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单元叫做 IQ 180。什么？在这里？与其说 IQ 180，不是说心跳180啊！各位大家看到，我们身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通霄海水浴场。这个海域看过去的话，整个海岸线相当相当的宽广，相当相当的漂亮。宽广，对，很平坦。对，而且呢，这个可以说呢，这个规划的相当的完善。对。但是我们在这边呢，这个高度大概有5楼，5层楼高，5层楼高玩心跳180。摄影师来，你这样啊，仰高脚拍下去。你过来，摄影师。5层楼高，不要怕，摄影师不要怕，不要怕，摄影师，小心。好了，可以了。哇，这摄影师太卖力了，太卖力了。谁没有父母？你在干啥？好，这个 IQ 180呢，我们就等着是从这边直接攀降。啊！大哥，赶快看一下苏拉康。我们先苏拉康的脸。苏拉康，苏拉康，苏拉康。来，看到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为了要拍待会很特殊的镜头，绑成这样子，搞成这样子，你看到没有？啊！猪啊！你确定那样子绑得住吗？我有点怀疑哦。啊，那个叫陈仁杰，我才不相信呢。来，南投县知道吗？南投县知道。好，完了。南投县从民国90年开始，民国90年就是明年，啊，电话号码从7码变为8码。7码变成8码。台北已经变成8码了。南投从明年从7码变8码。哎，对不对？对。对。你有跟他打 pass 对不对？来了，打错了。听过谁太了解我了？太了解你了。只要我说有人打 pass， 他就知道他错了。我应该错了。对，这题是好错，所以你刚讲对是错的，6码变为7码。看人家可以继续开心啊。Hello Kitty， 知道吗 ？Hello Kitty，Hello Kitty 的父亲是日本驻英大使。Hello Kitty 的父亲是日本驻英大使，所以一家人都住英国，对不对？他妈妈也留英。3、2、1。哦，对了。中国人。啊，朋友一起，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一开始要大家让大家开心呢？题目是错，他们本来就是英国人啊。就这样了，我没骗你啊，是英国啊。你这个烂货。没有，我刚不是点头，我是因为这帽子有点重，我这样瞧他。怎么会当做我点头呢？我们还有内奸呢。没有啊，我怎么可以告诉他答案？我真的是帽子太重，我在瞧帽子。我觉得你们是该的。这个先报警啊！让他放下，你自己先让自己相信自己。对。
请注意听，蒲松龄所写的《聊斋》是一本有关鬼怪的书，对不对？错，错，周国成，错，周国成，你不能使眼色哦。他我没有看到他。我演什么眼色？错，错是什么？《聊斋》应该不是他写的。不是鬼怪的啊？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错嘛。那《聊斋》谁写的？施耐庵是。《聊斋》是聊先生写的。蒲松龄所写的《聊斋》是一本有关鬼怪的书，对不对？他是错的，是《聊斋志异》。啊！哦，原来是书名并不完整，叫《聊斋志异》，不叫《聊斋》。来，《口袋怪物》是先有卡通，后有电玩，对不对？对。恭喜你，答错了。先有电玩，后有卡通。是吗？给你看吧。先电动玩具才卡通啊。对。好，所以唐林答错一题了，就位。又要叫了，又要叫了，好软哦！我刚已经带头下去了，就那个，哎呀，这躲不掉，没关系啦，晨晨这个熟烂都敢下去了，一定敢。就是躲不掉要下去的。哦，好，挺着。没有，没有力气。来，人往后躺。右手抓紧哈。右手抓紧，抓不紧。就好了，就可以了。他一定要，他一定会往下滑，就对，就滑就对了。来。我抓太紧了。因为你的重心，对，你的重心整个都是。好可怕！加油，唐宁！晨晨，让开，让开！让他坐，因为你整个都勾着，你不用担心。好，走。走去哪里？脚卡住了。好，就走，就开始走，用走的，用走，对，用走的，对对对，这样用走，还用滑的，可以用手的。蹬出去，蹬出去，就像这样子，往外弹，往外弹的时候手指收绳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可怕！快点，来，撑再久，快！对对，上，对对，就这样子，很好，很好。你做的比我好哦。看着我好不好？真的。目前所在的地方呢是风相当透的，风真透的地方，这里是个通宵海水浴场。但是现在呢，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恒春呢、啊、也是有这样的风，觉得很舒服。好了，问妖兽，题目跟风有关，来是。好，请问，第一位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即将受死两题全错的徐乃麟。恒春三怪指的是断难风、槟榔和恒春民谣四象棋，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也是犹豫就完蛋了。
完蛋！横出三怪，错，对了，答案是对的。你干嘛？你相信我们吗？我们都跟你讲对呀，我们跟你讲。我一开始讲错啊，第一次。发表的世界七大奇观当中，有万里长城，对不对？对。啊，错。错。对。错。错。对。在忙什么？错。一题啦，一题啦，我知道了，一题啦。什么啊？对不对啊？啊，是不是？你答错还对啊？我答错啊。第一次发表世界七大奇观，有万里长城呢？有啊，有啊，有啊。没有啊，上面写没答错啊。没有啊，他这个不是啊。怎么没有呢？他答对了，他答对了。来，各位，横出三怪，一题不用下去，对不对？要啊，一题不能回，一题要下去，两题不能回去，是这样的。对，错，错的对，喂喂，徐乃麟，带头下去感觉很过瘾的，而且啊，以你的个性啊，绝对没有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好，屁股往下坐哈，脚伸直啊。口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好不好？然后心里面想着嘉莲跟三个小孩，好不好？来，跟三个小孩讲一下话，来。哇，快点！哎，你不跟家里三个小孩讲话？没什么好讲的。你们一定要记得啊，要找曾国城算账啊，要帮爸爸报仇啊，好不好？婷婷。勇勇，伟伟，爸爸要走了。啊，嘉莲，我会帮他照顾你。不要怕，我的害怕。不用跳，子。小撑子，往下坐。小撑子 ，yes， 好，往下坐，坐。不要叫他，不要叫他。坐。他就撞一下，膝盖撞到墙壁有什么关系？坐一下。坐。他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下一点。再下去一点，差不多，可以了，好，嗨呀！哇哈哈！又跳了，哪个还没戴安全帽？我破！嘴巴真大。对，哪个又跳？对 ，yes。我不要！人在江湖，注意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是由古龙小说家古龙发明的。错。不是古龙是谁？知道。对。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的的确确是古龙创的。不是。是不是？是古龙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呀，所以后来他就发明了古龙水，有没有？丢。对，就是他。好，来。这个奥斯卡的小金人啊，奥斯卡那个奖座，你喜欢？他是一个裸体的男子啊，双手交叉在胸前，手中握着一把宝剑，对不对？他们都说错，然后没有握宝剑。奥斯卡小金人哪个？再问题目。哪个来了？队长来了。我基本上又不能听别人讲，只能你回答了。继续。他们都说错啊，我刚刚就错一题了。感觉对啊。他们都说错啊。好，奥斯卡小金人是一个裸体男子，的确。双手交叉在胸前，手中握着一把宝剑。这答案的的确确。两题全错。于姐要下去了，下面的快闪啊，快位。他会失禁呐！来，手打直，上面往下坐。好，上半身重，慢慢往下坐。你的上半身重心不能往下，你往前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再打直，往后坐。很好，很好，很好。
大家就这样子的啦，然后就一路尖叫到下面去。叫他坐点，叫老师。对对对，就一路尖叫就对了啊。好好躺，好好躺，好好躺，头往后躺。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代的孙武所写的，对不对？孙子是战国人。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代的孙武所写的，对不对？不是，孙子好像是春秋时代的，好像是公元前254年嘛。不用说那么仔细，你再告诉我对还是错？战国时代，对不对？对，错，错，错，对，错，对，错。什么时代？春秋。春秋时代，答对了。耶！两军都对，闻名世界的肖拉普，原名是闻名世界的埃菲尔铁塔在哪里？在法国啊，法国，所以说是法国话，对不对？埃菲尔铁塔呢，命名的由来是因为工程师的名字就叫埃菲尔，对不对？对，对 ，I feel， 我昨晚跟他打麻将，对 ，I feel good， 来 ，I feel so good， 来。IQ180 呢，真的非常非常惊险的男篮队呢，到最后呢，总算是把他打成了平手。对了，平手，平手没有错。好，所以男篮队成队呢，咱们 IQ180 是平手。来，我们今天老板下一关 ，Go！ 啊，不是个。好，现在呢，我们试着一个平手，然后呢，男篮队已经是1-0获胜了。我们一定要赢的。对。期待，然后用这个肉体直接面对面。我们如果赢的话还面对面，我们如果赢的话我们就平手。平手平手，平手还挺优秀，你看，注定比较输。杀全家，杀全家，你的杀球是杀你全家了。来啊，来玩呢、啊，来玩呢、啊。哎，我们一定平手一定一定一定。啊，不是。好，来，今天我们就带你到一码归一码。马上来看一码归一码的游戏规则，每次各派一男一女参赛，双方以骑马打仗的方式比赛。摘下敌方棋子贬为获胜，本游戏共进行3回合，获胜次数较多者为胜队。好，我们啊告诉大家哈，只准用推的，不准用抓的。只准用推的，比如说我要背一个女的，对不对？那女生只能用这样推的，推的不能够这样抓。马上我们男篮队成队的到底，我们男篮队我是一定要赢哦！耶！直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惩罚了，一二三！耶！好，来，加油加油加油！两位，李希啊，李希啊！来，预备！等！陈伟霆放屁！那风冲的比较快哦，不要站在逆风的地方，预备哦！走马，知道吗？
快一点好不好？哎，哪个不要冲，慢慢走。你们，加油！只有你会推啊！我早呢不让你，我告诉你，搞不清楚。追他，你在干我？一码归一码，十多二，陈志队获胜。我们就yes。现在我们 PK 大战，我们要靠什么？剪刀石头布。耶！杀拳架走。耶！整个人站成平手，马上来，我们来疯狂的黑白阵，看看哪一队能够杀全家哈！你要是第一个吗？就是第一个吗？你的智商第一个吗？快受死了！来，准备了啊！预备！哪个加油？哪个加油？黑白阵，黑白阵，他是配，黑白阵，他是配。现在是二比一，二比一，来第三拳，预备，黑白翠，黑白翠，男队再配。啊！
要活下去的结果。奶奶队换装准备。这是败，这是斩，这是受斩的队伍。这是斩之前要有的生理，高粱一定要，但只有高粱是不行的。唐林美少女，请进。当然，在喝高粱酒之前呢，还要请他们吃卤蛋跟鸡腿哦。你的表情不能这样子哦，人家已经很倒霉了。所以啊，我安慰他们一下嘛。送人家上路的表情啊，这个节目应该是会还会做两年。你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奶哥的意思是山水有相逢，我们祝大家彼此出入平安，好不好？因为我们赢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样去奚落别人。这是他们，你以为这是我准备的吗？那你可以这样做啊，对不对？他们就说你要是这张可以这些东西，说哎不要，以前人家都没有这样奚落我。我以为我这个行为是老来子，你会很开心的。不会，拿下去。对了，不需要。哎，你不觉得说在伟喝了一点酒，这样打到不会痛哦？你说的是麻醉药。徐乃麟就位，各单位预备，还没啊？神今天要砸了。子弹有限制哦，子弹不要乱砸，快砸！没有内视产。没有，还有哪边？没还好啊，没有。我们前一轮还好。对，就一个。大腿内侧稍微痛一点，好不好？第一位结束了，第二位准备。
今天邀请到这位是我们的好朋友，好久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啊，是我的好姐妹。哎，不只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曾国城呢，可以讲说对他来讲，可以讲是在演艺生涯上来讲，也是有曾经呢有那么一点点啊小小的波折。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位女人。哎呦，哪一个对你不重要啊？王丽玲，王丽玲，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们可以再笑假一点。你们不知道，等你们长大了，你们就会有所谓的红粉知己啊。哎呦，不容易哦，不容易啊。跟曾国城能够有红粉知己的话，那真的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啊勇气，勇气跟耐力，还有很多，还有足够的力气，因为他要抗拒，他不，他要随时扁我。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欢迎丁柔安小姐。大家好。好久不见啊！今天柔安穿的好女人哦。哦 ，very very， 见面那样手就伸了，把我们都当外人。没有，因为我们坐得远，是不是？奶哥好久不见了，奶哥好。他这个就是。哎，奶哥，不放手，你不懂吗？我不放手，奶哥怎么不放手？那我们又不一样。徐太太。你们这在干什么？问问。哎，辛苦了，来，我是想一一抱过去，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很有渊源的朋友，都是他很久的朋友。那今天你来介绍，第一位跟你有渊源，渊源在哪里？你来介绍好了。第一位跟我很有渊源，因为呢，他的第一次婚姻我就参。就当伴娘。我就加入。这样好了，你不会讲渊源，我来替你讲啊。这个郎祖筠结婚，我替你包了，你就是渊源了。这是跟小郭的渊源，是很久了，对。好，然后第二位是我的师弟呀，郭子乾，欢迎大家。大家好。好，那第二一位呢？这个渊源介绍一下，第二位。第二位那个渊源更了不起了，这是从我开始有注意电视这个东西。红我就注意到他们。你是他红唇一代，你红唇二代嘛？对，我是他的师妹。师妹，学一代的，槟榔妹，他是一代系列的，一代。我们是零代的，他们是一代。人家都是两位都是红唇族，红唇族在当年开玩笑，对不对？绝对都是那种唇红齿白啊，漂亮的不得了。红唇家族啊，对，红唇家族如果到现在的话，你说还有其他家族吗？就没有了。红唇家族多庞大，那个时候。好，钱颖姐，欢迎大家。来，姐，第三位渊源更深了。哦，这一位呢是让我开始对异性开始产生注意力的。所以就是，难道是你的初恋吗？哈，可是他不承认是？没有，可是我们知道是有那么一段。他不承认呢。我真是羡慕妥中康啊！干嘛？为什么要羡慕妥中康？为什么每一个女艺人，只要是我们这个单元的这个主角了，多多少少都跟他扯上关系？他是继曾国城之后，我想这个也是算排名前三。所以妥中康在这个江湖上混的时候，曾国城还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开玩笑，其实曾国城多少都跟他学的。小刚历史应该比陈恩还多。对，可是因为我跟他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的故事。我也知道。原来你跟他也有一段啊！等一下，今天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好不好？妥中康，你在羞涩什么？对啊，你这边羞涩什么？没有，我突然就想到以前的日子，多么的不堪回首。人生都是回忆最美。所以今天现场有两位男生是跟柔安是有曾经传出绯闻的，对不对？他们是确定的，他们是确定的，青梅竹马呢。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那么熟了，我们就已经那种熟到其实很。我跟他上过一次报纸，大概是十。你麻烦你早一点讲完。吓我一跳，十几年前。你把话讲完。不是奶哥，我觉得他们这最好是说，虽然做不成情人，但是可以成为朋友。这个就是妥中康跟曾国城不一样。我跟王丽玲就上过一次健身房，哦，也是很辛苦。我跟你去过健身房。你们感觉很不错，也不可能做成情人，但是是好朋友啊。哎，当然的。对，曾国城还是分得很清楚的了。我们今天把重点呢回到我们丁柔安身上，今天就是他的未来日记，是是哦，这个人个性帮他写好，其实他的个性呢大家都很清楚了，对啊，比如他是一个非常，我们不了解啊，我们不是很了解，我觉得柔安是个直肠一点，对不对？对，真的很直哦，尤其你们从法国相处以后，对他就更，法国他跟你相处比较多了，都把他抖出来吧，而且要说他都说清楚了啦，对呀，有没有上过法国报纸啊？好，今天呢，我们制作单位还邀请了一些人呢，啊，一起来帮丁柔安写日记。到底日记内容如何呢？来，请往下看。先节制一点。
况：一，看似形迹可疑的男子在面包店偷吃面包，店员完发现之后可以怎么办呢？王道总。一，看似形迹可疑的男子在面包店偷吃面包，丁柔安发现之后会怎么办呢？在面包店发现有一个男生啊在偷吃面包，边吃边买的。是吃啊，是不是蛮多这种情形的嘛？你看那个柔安那个大眼睛，就像一直盯着他看。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哦。对，就看到了有个人在那边吃面包啊，那当时那可能是老板呢、啊。你有看过老板在你店里面吃面包的吗？而且还吃那个鬼鬼祟祟。今天口味怎么样啊？他搞不好今天做了一个新款上市啊。来，现在看到这个丁若安呢，这个眼睛瞪得倍儿大的啊，他到底呢会认为这个男性呢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在这个店里面公然的偷吃面包？然后呢，丁若安会怎么样？会不会制止他？或者应该不会制止他。他说：“奇怪，你怎么偷吃呢？应该我先吃啊，让他自己去吃。”你真的跟若安很熟吗？你觉得他会这样吗？没有，我觉得柔安一定会制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个性是比较，我觉得他有时候蛮神经蛮大条的，你知道？就呢，他也搞，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不管，然后想到什么就讲。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很怎么样，很突兀的状况，对不对？很突兀啊，这个状况。我不知道，我从来没看过人家在面包店里面吃东西。我不知道，是我待会照样付账啊。我觉得他很大声，他刚刚旁边有个助理嘛，啊、他就很大声故意讲他的事情。哎呀，你会不会噎死啊？不是这样子，子明导，就是不是那么明白讲。哎呀，小心噎死，要不要配一罐牛奶啊？哎呀，用语色就对了。讲的好像他很尖酸刻薄的声音，对啊。其实很多人都不讲他叫旁敲侧击啊。对对对对，对不对？不把他点破。尖酸刻薄的个性，我们没有几个人知道哦。说不定哦，说不定。来，我们来看看到底丁若安会如何处置这位偷吃面包的先生。来，请看。马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丁柔安看到了形迹可疑的男子好像在偷吃面包，他会怎么办呢？小郭说自己先吃一块，妥宗刚说很大声的跟助理说，前一节则是说去制止他，到底是哪一种呢？真的吗？那个他有付钱。他是刚刚结束就没有去吃。不是的，就是。我一直在吃啊。哎呦，他就吃得很急的样子啊。而且他像他躲起来在吃到不给人家看。处罚他的员工。好贱哦，这种人。怎么可能？这个品性真差哎。我觉得他在偷吃哎。他不能吃，我没有给他吃啊。他不能吃。会不会这家店是可以这样，就整天像那种大户宰草，手还在拍啊。去送的，然后这个是好大的人。他都不可能不在意，因为通常你在偷吃，你旁边有人来，你一定会。他就很小心的转开。丁柔安，他要坐着坐着。哎，这家店怪怪的。可以这样吃东西，都直接吃。没有，我是丁柔安。对对对，我是丁柔安。没有啊。你就刚就把那面包这样吃掉了。这店不错哎，他是不是香哦？没有，我是隐色的。店面不好看。你是怕你在偷吃啊？我在这边吃，我那有偷吃。你这边老板哎。我们第一次来，对呀，我们第一次来面包，哪有老板在那边吃东西的？没有，跟你讲，我是怕这样店面不好看。偷吃，我想被他抓到不得了。我们还以为这个店是可以直接就在那边直接吃，那我们也可以直接也拿一个在旁边吃。那就我是老板，真的，我是老板，你不相信？你是老板？对，我是老板啊。我来都没看过你，是老板？我是老板，你不相信？走，我们去问店员。真的，我是老板啊。这方法蛮好的。我们这么多次买都没有看过你。老板，真的。我们去问店员。刚刚这么多嘞，真的啊？看到还没吃。那你问店员，我是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啊！我来那么多次，我没看过他，我还以为他不是老板。刚跟我讲完。哦。好，好久哦。这边也不错。
水，我帮你。等一下，开始啊。好。你吃的样子真的很奇怪啊。在丁柔安付了钱买了面包之后，紧接着在制作单位的安排之下，身上藏着水枪的男子将要牵着狗经过丁柔安的后面，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状况呢？哦，他在干嘛？玩尿尿。哦，狗那个屁股还……哎呀，状况二，被小狗尿在自己裤子上的丁柔安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哎呦，尴尬哦！那个是我们故意设计的。怎么会有人脚长得那么像电线杆哦？喂，脚那腿还真漂亮。对呀，那狗要走过去不尿一泡的话，多难过啊！真的，你知道吗？有长到，哪个这什么形容？难怪哪个刚冲进来，走到电话旁边一抬腿。我当什么？好，刚才是我们柔安看到了有狗在他的腿上尿尿。刚才是我们工作人员哈，其实不是狗尿尿，我们带了一把水枪，好，这个喷在这个丁柔安的这个腿上，但是刚刚好他回头看到了。对，刚好当时柔安的感觉一定是以为那只狗在他正是要尿尿，我真的以为，因为我刚好转过去看旁边的宠物，然后我就在看的时候，刚好一个转身就。我就觉得怎么湿了一下，我吓一跳，然后我就往旁边看，我就看，我本来以为是那冷气滴水，结果没有，我又没有看，哎，那边没有冷气的那种排水管啊，就再看到一只狗。有洁癖的柔安会疯掉的，他哎，他是蛮有洁癖，来，三位认为丁柔安会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小郭，小郭把那只狗抓起来啊，说你这个主人啊，为什么让狗随地大小便，还大到我的裤子上面？尿到了，他没有大小便了。你跟他很熟吗？对呀、啊，你确定你很了解柔安吗？我觉得他拍一拍可能就算了，对，就算了。没有，我觉得哦，他会崩溃，因为柔安他有那个洁癖，你知道，他有很多怪毛病，像他喝水，他用吸管他不能用一根，他一定要用两根，他才干嘛用两根？我怎么知道？你问他，然后他吃饭也是吃超慢的，你知道，我吃大概可以吃三顿，他才吃一顿。所以他很诡异的，你知道吗？我刚刚讲到这个事的时候，好温柔哦、喔，不知道怎么搞的。难道你最近？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会疯掉，你知道吗？因为他洁癖，他会崩溃了。这表情直接撇清是没有用的，好吧？三个人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大家都是说他有洁癖。哎，妥中康是讲的是最贴切的。他应该是会疯掉了，很了解他的。对啦，我应该会。不过讲平常讲，刚刚那个我是很直的人，可是要有时候会看点状况。比如说刚刚那个面包，我本来其实就是会像丽玲讲，就是会好像小讲就会讲他。可是我一过去，那个人说你是丁柔安的、啊，我就完了，就收一点起来。狮子座要面子。对啊，他是狮子座的。搞不好他这个尿到裤子的时候，他。啊，崩溃了之后呢，他马上回去换一条裤子，会不会有这种？没有，他会尿回来。他会尿回来。我换我过去尿他。把那只狗抓着，然后腿抬起来。好，到底丁柔安会怎么样呢？来，请往下看。马上我们就要来看看丁柔安被小狗尿在自己的裤子上，他会怎么办呢？小郭说把狗抓来骂一顿，陀宗康说会崩溃疯掉，清洁则是说拍一拍就算了，到底是什么呢？狗的那个品位才摆得真好哦，还真像嘞！你刚刚没有讲水枪，还没看到水枪嘞，还真的以为是电那个冷气啊，冷气水会让整个喷下来，而且这样很烦。我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办，我还在等人。然后你现在被尿到，你要怎么办呢？那你又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哦？去买一件裤子，去买一件裤子。室友在想啦，然后去找人家喽。有气没地方出啊！哇，骂狗有用？后面念什么？狗听得懂吗？然后再被咬。我呀，我本来想要去念念他，因为我都会这样骂我家的狗。那你反而对那个主人无所谓？你不跟主人有点壮，我不太敢讲他。大白天你怕什么？我一定要旁边有人壮胆。真的吗？你确定？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去闻。要先走去弄。脏哦。走了，你不要去碰它，我们先走先走。脏啊！啊，我好怕它碰到我的脚哦。走了，走了。
接着下来，因为牙痛而前往看牙的丁柔安即将面临制作单位所安排的秀逗牙医。一定要拔哦，一定要拔，这样比较好。对对对，我很怕拔牙哎，痛。大家都会怕，可是其实都忍一下就好了。哦，你真厉害哦。嗯，名医名医，我真的很痛才会来，其实我已经忍很久了。哦，好好听的声音。喂，陈先生，来接电话。哎。对对对，我在拔牙，也不好意思，麻烦嘴巴张开，我看一下。嘴巴张开。哎，怎样？会痛哈、哦？一定会痛的嘛！跟你说，一定要用老虎钳，好不好？拔牙没有人会开刀的啦。我要记得下次一定要老虎钳哦。哦，我记得。哦，有痛再来挂哈。叫我进去挂，谁敢？这种医生，他的。他要排队的那个病人还蛮多的，对，就是这样才奇怪。哦，这样就拔了，就拔了，拔牙就是这样，有没有？很快呀、啊，就这样。哎，对。那你要先。哦，我们准备一下啊，哦，准备一下就来拔了。要先，要先不先打麻药啊？没关系，就很快嘛，好不好？这现在没有在打麻药的，麻药先先。来，我们准备一下。状况三，脱线医生居然打算用老虎钳替丁柔安拔牙，丁柔安会乖乖就范吗？哎呀！碰到一个脱线的医生。刚才有洁癖的丁柔安，现在碰到了怕死的丁柔安，丁柔安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碰。所以你了解的柔安是又有洁癖又怕死。还怕死？到底丁柔安呢碰到这样的一个好非常奇怪的我们这个牙科医师啊，到底会怎么样？会让他拔吗？这个刚刚已经研究过，他的狮子座爱面子，对，他这样看，哎，不用打麻药，又用老虎钳拔，就一看看后面那么多人，好吧，大家都是这样拔的，忍痛就拔了，就拔了，要面子嘛，所以他是为了顾全面子，对，对不对？不能怕，对，来，最了解的，没有啊，我觉得柔安应该蛮俗辣的，这时候应该会不敢，然后死都不肯就范的那种啊，他胆子很小吗？不是，他是遇到他是那种平常声音比大的。然后遇到有歹事对的时候，就俗辣的要命，要躲在旁边的那种。对呀、啊。哎，这怎么跟那妥东刚的个性很像？妥东刚也是这样的。对对，因为狮子座嘛，哈。今天声音很大。其实、哦、以前有没有带他去拔过牙？没有哎、欸。啊、哦，没有没有，因为 你这是什么？我觉得因为柔安他会很怕痛吧，所以他而且那个老虎钳太脏了，他会觉得太恶心，他绝对不会给他拔的。对、啊欸，那个老虎钳。我们有两个都觉得不会。你说呢？我觉得他帮医生拔，我也是觉得他有创意了，我也是觉得他会叫医生，你给我躺好，我挖开。反过来拔医生的，你觉得可以把你躺好，我帮你拔。好，好，来，我们来看看到底丁柔安会不会接受医生的拔牙呢？请看，马上就要来看看丁柔安面对脱线医生要用老虎钳拔牙，他会怎么办呢？小郭说忍痛就拔了，妥宗康说坚决不给他拔，陈英杰则是说吓得不敢拔，到底会是什么呢？快嘛，好不好？这。你现在没有在打麻药的，打麻药对身体。好，来，我们准备一下就可以了。等一下哈，丁小姐。哦，好。喂。哎，对对对，我在看牙。救命啊！什么？现在马上就要录了。就现在吗？我拔牙来不及了，是。挺早。哦、好他要得顿走、哦、他不好意思有人用尿顿、哦、他是用什么大哥大顿电顿电话顿、嗯、好好好而且马上马上顿三分钟就到了三分钟就到了电话是鸡顿对啊不好意思那刘医师那个我有通告我要先用没有关系那个我知道没有关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我再跟你们约时间好了不用啦谢谢谢谢啦现在就可以了那个一分钟上面我很快就五分钟就好他们可是他们要我三分钟就到了三分钟啊到我两分钟好没关系我再跟你们约时间好了哈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哈下一个下一个刚才实在太奇怪了，而且那个医生讲话那么不专业，听了都会害怕、啊。然后他那个钳子还在我面前挥，我都已经痛那么久了，我痛得我这么两个礼拜也来了，都已经终于忍不住要去看医生了。结果碰到一个新的，而且那边还很多人呢，那店面还很多人。对啊，会搞不到新的方法。接着下来，丁柔安和助理准备要拦计程车了，当然制作单位又要给他状况喽。我就跟他们讲，上面小心。
当然，状况是两台计程车同时停在丁柔安的前面，他会怎么处理呢？哎呦，撞坏了。偶尔会发生这种抢客人的情形，同时停在他的面前。我想这种状况啊，我们就有时候因为拦了前面这一步，他其实他有时候过了，但是后面那一步也停了，你知道吗？就前面那步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开过了，对啊，所以就两部计程车，这时候就很尴尬了。要选哪？到底要坐谁的？这个状况呢，就出现在通常会选前面的，通常是这样吗？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先来后到，都会先跟后面讲不好意思，因为先拦他的。总不能好说呢，两台停这边，然后叫后面的留下来，前面先走。但是狮子座有洁癖又怕死的丁柔安就不知道会怎样。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啊。你们这怎么就叫后面的直接走了？都是叫后面吗？对啊，多半坐台先到了。前一点不是，前一点不是。我会好像忘记拿什么东西，然后转身走掉。两步都不要。没有，我会选车。这个车比较正，我就坐这一台，我管他的。男生多半是这样。对啊，车比较正啊，因为我要花钱啊。不过丁柔安会怎么做呢，小郭？那应该是选第一步啦，选第一步，前面那个合理啊。第二步按常理来插进来的就没有办法，常理都是选前面的。好，但他有时候也不正常啊。哇，还好啦。其实刚看完那影片，我跟小康两个同事讲了一个答案，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反正两个人一人坐一步嘛，对不对？助理坐一步，对，丁柔安坐一步，可能了，他不是这种人了。来，不会吧？他那么浪费啊？对啊，不可能了，要不然就是他尴尬嘛。真的尴尬，就不错。哎，会不会两个计程车司机都看到丁柔安了？哇，大美女，两位都下车了，争相恐后的要载她，不要钱。对呀，那不收费，不要钱。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你有碰过吗？我在示范讲，没有啦。你碰到，哎呦，通常被认出来，你都不好意思要找零钱了，还敢跟人家不要钱？狮子座，敢要零钱，还真的碰过，经常碰到坐计程车不要，因为我们不跟你收费，很少坐计程车。做了250，给他1000块，不用找了。好，来，我们看看这个丁柔安到底会选择哪一步，或者不做。来，请看，一起来看看丁柔安面对两台计程车停在他前面，他要怎么办呢？小郭说坐前面那辆，陀中康说因尴尬而都不坐，钱英杰说两步都坐，到底会是什么呢？你找到包叔回去跟他们讲，叫那些小心点。叫人不？怎么办啊？这好尴尬哦！我刚是对这部叫的啦。坐后面那一台了，尴尬，因为他就是对这个这一台叫的。那你先拦我的车，怎么坐后面一台呢？看起来是很大。不是啦，没有啦，不好意思，那个刚才是因为我是对着他叫的，所以我才会坐下来。没有人吗？没有，我刚刚看错，我以为。人都要坐我的车，你都要去打啥？啊无，若是你赛头前敢坐你？啊，我著插落，我著电话，人无要坐你的车，你是啊？啊，即摆无是安怎？是啊，啊，伊都无要坐你的车，你是啊？你笑嘛？哪番呐？啊，奇怪，人无要坐你的车，你敢坐你的车？可怕的状况五，看见两位司机因自己而发生冲突，丁柔安该如何排解呢？广告之后就告诉你答案喽。状况无，看见两位司机因自己而发生冲突，丁柔安该如何排解呢？前面那台，我以为他是有个那个椅子，我这人是会这样子，我是看了哪一个，我就是叫那个，就是坐那个。看定他，不会因为他跑到前面。但是人家看你的视线不一样啊，对啊，他是这样开过来，你的视线是看后面一个，但是看的方向都是这里啊。他觉得有人招手，他就也停了。那景气真的不好，没有办法，那这个有生意来，尤其又是这么漂亮的美女，谁不在？问题是现在出现状况了，两个司机下来开始冲突喽，嘿，怎么办呢？两个要定股资喽。这个状况很重要，这个就刚刚我们讲的啦，一人坐一步，现在就会一人坐一步了啊，或者是那万一两个都抢着要丁柔安坐他那一步怎么办？
有时候他是面子问题啊，他是面子问题啊，不是钱的问题啊。钱照赚啊。那这样嘛，你先坐一台到你的预定地，然后再回来，再到这个坐公车再回来，再坐另外一台啊。我呢，花钱。他们跟那个今天是讲，我先坐前门这一步，我绕一圈过来，好，然后放他走，然后我再坐这一步，再绕一圈。笑哎，哪有那么多笑哎？你觉得可能吗？哎，我们也可以讲啊，为什么不可以讲？就是你觉得这样很可爱吗？你喜欢妈咪吗？你们俩干什么？来，说说看，一人坐一台，一人坐一台，钱爷。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会柔安会怕到两个都不坐，都不坐那更惨，两个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他面前冲突了。可是问题是坐哪一步都不对呀。但是两步都不坐，那就跟他们两个说，就前面就跟他们俩讲说，那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这样我给你们一人一步，一人一百块车钱，你们走吧，我不坐你们的车。这是可能。还有一种是说，没关系，两步我都叫，我坐前面这步，后面车你跟着我，你照样跳表，我到哪钱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觉得可能吗？照样跳表，照样跳。反正后面猜他猜他，你觉得这样很可能吗？哦，你们两个成熟点好不好？小康，我觉得他会打电话假装报警吧。报警？干嘛报警啊？人家打起来，赶快报警、啊。没有打，只是推一下，这个口气难听一点而已。比较争生意而已、啊。大声的在讨论事情，没有在吵架，你怎么这样讲话、啊？真的吗？你跟人家讲话都讲，哎，我跟你讲啊，最近长得很漂亮。他是哪个？你在推那个推什么？那是我同学。我觉得他会很害怕报警的、啊。报警。所以妥东康一直就觉得丁柔安胆子很小，就对了。他是恶人无胆。恶人无胆。嗯看有没有撑腰又经过今天，我终于知道，原来大家对我都不是很了解。我终于知道，没关系，好，这样也好，对不对？也好，趁这个单元让大家多了解你。对对对，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欺负你。没错。到底丁柔安会不会下来劝架？哦，那每个人给100块，他走了，请看。一起来看看两位司机因为丁柔安而发生冲突，他应该如何排解？小郭说一人坐一台，妥宗康说打电话报警，钱英杰则是说呢给100块，但是都不坐。丁柔安到底会怎么办呢？没有啦，不好意思，那个我因为我刚刚是以为你的车那个前面那个椅子很高，我以为是有人在那边，我才是对着他叫，会不会有人啦？不好意思啦，哦不要，我人给算啦，没有要没有了没有，那这样好了，我们一人坐一台好了啦，没关系，不要生气，我们一人坐一台好了，哎，一脸臭的，坐计程车这么难过的。不是因为莫名其妙要两个一人坐一台啊，可是哦。一人坐一台。谁说我不了解柔安了，对不对？根据他的星座，根据他要面子的一个程度，而且两个人已经争吵下来，刚好有两个人一人坐一步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果他报警的话，第一浪费时间，第二也不能到目的地。小郭就是小郭，而且柔安对金钱一点都不小气的，哦，对不对？对呀，只是要付 double 的费用，哎，真的。国内有个星星王子算什么？星星国王在这里，太厉害。说真的，刚才会有那个决定呢，真的是因为就是要面子，想说不要弄。要面子，其实那个所谓的要面子是希望那个场合都是很融洽，不要破坏那个和谐的感觉。不过你处理得很好啊，你处理得很好啊，两个人就干脆一人一步。其实司机先生和气生财，但是每天窝在车子里面的这样子路上这样跑啊转的是很烦的，对不对？尤其现在真的很不景气啊，各位啊，啊，好不好？和气生财，这个大家呢，这个平常呢，在这个生活上来讲轻松一点啊。不过今天要特别谢丁柔安还有三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好，马上给你们的全场送一个。好。